你敢不敢去青岛挑战尾波冲浪？我还没见过海呢。哎呀，那海真好看呀！快，你干啥呢？哎，我第一次见海，我船上是不是咸的？好咸，好激动！我第一次坐船，就是你能行吗？小小冲浪，拿捏拿捏。学会了吗？眼睛会了，其他不知道。简单吗？呀，累死了！歇会儿，根本站不起来。衣服变白了，那不行，钱都花了，要命行，要钱可行。干！可以啊，还有什么挑战发给我。你呀，俩人看36计呢，都是文言文看明白吗？咱玩个游戏，你说三遍月亮，月亮，你再说三遍月饼，月饼，引蛇出洞。那个后羿射的是什么？太阳。哎，不是，不对呀，应该说月亮呀。啥呀？我跟你俩玩个啊，爸爸跟儿子总共100岁，爸爸50岁，那儿子应该多大？儿子50岁，还想考咱俩？不对，哎，不是，你看咱们验算一遍啊、哦，爸爸儿子总共100岁，爸爸50岁，那儿子就是50岁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想考我俩？这人啊，没事就得多看看书。不对，啊，不是。哪儿不对？100减50等于50，这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是50岁呀、啊。不对，哎，不是这一百减啊！我操，你 CPU 怎么烧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寓言故事《木偶奇遇记》啊，这个是《木偶奇遇记》的主人公匹诺曹，他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？怎么了？那你看我这个题，匹诺曹说我的鼻子要变长了。那他的鼻子是会变长还是保持原样呢？ 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 我操，你 CPU 怎么又烧了？你看这道题啊，你答对这道题的概率是多少？这多简单啊，你看四个选项选一个，肯定25%，选 B 呀、啊。那不对啊，你细想啊，你答对这道题的概率不可能是0%，也不可能是100%，排除 A 和 D， 在 BC 里选一个不就行了？也不对呀、啊，你说在 BC 里选一个，那概率就是50%啊，那直接选 C 不就得了吗？不对呀、啊，你说你既然知道 C 是正确答案，那你答对这道题的概率应该是100%，选 D 呀、啊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文玩游戏啊，有时候运气没那么重要，还得靠实力。哎，我运气也太好了，我6，我最大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数吧。别太嚣张，我1万，谁大？哎呀，瞧不起谁呢？2万，谁大？谁大、啊？哎呀，上来了啊，谁大？哎呦我操，都别动，都拿来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文玩游戏啊，运气很重要。咱一人抓一张比大小啊，一到 KK 的大啊。啥呀？我是那个 K， 哎，我最大。哎，你这不耍赖吗？还好我有啥东西？大王，不，你哪来的大王啊？这是？就是你跟我俩牌都不一样。气死吧！不，你啥呀？我99，扑克牌哪有99啊？现在就你最香，你能不能管上？那你要这样，我就1000。我操！1万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玩麻将，哎，这不能耍赖。嗯。来9万，来，等会儿吃90勾。这麻将里哪有10万呢？你再说你这勾这不扑克牌吗？你出这个我出啥呀？王炸！你比他还赖，怎么这王炸怎么又出来呢？你能不能管上？该你了。你那要这样，我就将军。哎，谁把灯关了？哎哎，我双王呢？嗨、哎，昨天晚上他俩被狼人杀了。不是还能这样呢？我操！顺手牵羊，胡了。不，你这胡啥呀？就选他。
是我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考前临阵磨枪不快也过，你得多看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都来不及了，还得是我接受命令的心理吧。你这不自己骗自己吗？一点实质性作用没有。不，你这是我这样记得扎实。不是，我怎么能跟你俩能住一块呢？还得是我呀。给大家个建议，没事不要老出去喝酒，喝茶多舒服是吧？大牛，这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，这感冒太难受，还得吃药。哎，我朋友叫他晚上去喝酒去吗？是刚吃了头孢，吓死了。就是太晚了，泡脚睡觉了。行，什么？八个妹子，穿黑丝。不，行了，赶紧。哎呦，来3、2、1，走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给大家个建议，这玩狼人杀一定要有技巧。来，天黑请闭眼。哎，牌怎么没了？啊，摊牌了。我是狼人，昨天行动了。啊，那你这样我也摊牌了。我是女巫，我昨天用毒药了。不应该，那应该还活着。应该。对呀、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我用了杀。哎，天黑了！哎，子都活了。我都说了是女巫，我昨天晚上用解药救了自己。那你，我昨天用了桃儿回了口血。哎，那你是狼人，你怎么活了？啊，我及时拨打了120。玩游戏的高境界，咱们玩井字棋啊，峻宁先。哎呀，这吉热马上要赢了呀，吉热。我赢了。哎，咱们玩半手玩啊。好，开始。哎，你俩这干嘛了？赢了。不是，你们仨干啥呢？我还在这儿呢。你们厨艺比拼。来，我做的是皇家翡翠面。哎呀，你这不方便面吗？什么皇家翡翠面？就是。你闻闻我这个。这个味道是鸡腿饭。还得是你呀。哎，你这什么鸡腿饭？这不是上课坐在第一排时的我。今天啊，讲这个第四页。同学，你比掉。谢谢啊。来，同学，你比掉。谢谢啊。哎，同学，你比掉。你俩给我去站起来。在老师眼里。哎，我比呢，我比呢，还比还来这儿呢？我比了，你是不是在跟我比了？刚才就是比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你。在我眼里，我比了，我比了，我比呢。刚才比还来这儿。我比呢，你是不是跟我比了？你让我啥了？医院的无语瞬间。哎，我这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？今天咱们讲一讲勾股定理。下节体育课。大夫，我这病有的治吗？多喝热水啊。对，网上不是这么说的。擦。准备好臭鞋了吗？哎，你这手怎么没有血管呢？这。大夫，我这个病是绝症。我这听人说话只能听一半，这种嘛事儿，150、50、25、3.14，95.6，还得是我呀，3亿，妙手回春。给大家个建议，没事一定不能喝多，你太耽误事儿了。不是大牛，昨天晚上又喝多？没有啊，我喝一斤不是事儿，就是我这个手机怎么老充不上电呢？你这能充上电，你有鬼吗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哎呀，昨晚喝多了，把酒去垃圾桶拿上来，我还你去。就你俩这样，天天喝，天天喝，你们知道你给别人带来多少麻烦吗？困死我了，睡觉。哎，俊宁，小舅我也说昨天钱还丢了，你知道？上课举手时的我。别担心，咱找个同学起来回答一下啊。有没有同学想回答啊？哎，就你了，来，起来回答。我挠头，我出去。在我眼中，这道题呢，再找个同学起来回答一下啊。来，起来，回来一下。你怎么叫我举半天了？我都会，你给拉头会了，拉起。在老师眼中，给大家建议，没事跟朋友玩游戏还挺好。咱今天玩狼人杀啊，准备天黑请闭。哎，天亮了，怎么没人死啊？哎，因为我是女巫，我昨天晚上用了解药。哇，你呢？我有人王盾，黑色的沙对我不管用。那你怎么回事？我也死不了，我有复活甲。那怎么三个谁是狼人啊？我表明身份了，我是平民，我好人。哎、那我也不是啊，我是忠臣。那你呢？就剩你了。你是狗，我能证明。
喂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们还是算了吧，你是个好人。给大家建议啊，做人呢一定要有才艺。不是大牛，你整那么多纸团干啥呀？不是我才艺，我这是愣纸团百发百中。哎，行啊。你这么近这么多，你进不了一个。我要扔这个，我肯定进。我也有绝活，我扔瓜子百分百中。扔我试试。行啊。就你俩这人还敢出来秀，不好好学习，没用的东西。峻宁，你这是，哎，可以啊。哟。来个建议啊，跟朋友在一起啊，一定要勤奋一点。不是你大白天你跑啥呀？把灯关了呀？谁离得近谁关？你够坏呀！关灯吧你。哎，现在我离得最远，你关个几热？那就只能急。啊，人呢？你俩关吧，我最远。那就峻宁。啊，人呢？你俩关吧，我开车先走了。他。哎，来峻宁，我俩到外地了，离得远，你关一下吧。我是信号不好，你俩关吧。考试时的我开始考试啊！呀，我帮你剪。哦，谢谢啊。在我眼里啊，发卷子了啊！你抄完，我做完了。不要一百分，不要一百，一百，不要一百。在老师眼里，哎，我笔掉了，哪呢？哪呢？刚才那题选 C， 不对，你那题不对，你我手机上输了。什么是好兄弟？昨天一起喝酒那个小姐姐想加你，短裙黑丝那个，嘿，确实好看，我帮你拒了。好兄弟就要一起单身。吉热，这刚吃完辣条就不要亲女生了，他们不喜欢。为啥呀？喂，刚才你吃完辣条亲我女朋友了，你谁呀？我是他爸，不好意思，叔，还叫叔呢，爸。哎。经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，刚烧开的自来水千万不能直接喝呀。哦，是因为自来水烧开会产生致癌物是吗？不是，主要开水烫走。考试时遇到最崩溃的事，模糊的记得这道题老师讲过，但是清楚的记得我没听。假如你有300万，但是你女朋友跟你分一半，你怎么办？分呗。哇，你女朋友太幸福了。就是分手，受够他了，我已经一天没理他了，这就对了。我和他真的就是普通朋友，解释就是掩饰。我现在一个人好孤单呀，不管他，我一天都没吃饭了，可怜呢。天气这么不好，我只穿了一条丝袜。什么颜色？大山大河，我攀登走过。你对象做过最贴心的事是什么？他为了不打搅我平静的生活。你和你女朋友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？想想都疯狂，20多年从来没见过面。现在年轻人的叛逆。我妈跟我说，早上要吃好，中午要吃饱，晚上要吃少。那你呢？我早上来不及，中午没食欲，零食不能断，宵夜吃到饱。死路。不是吉儿，现在这都什么人呀？咋的了？我刚才过公交站，有一个女的说亲我一口，就给我瓶水喝。不是光天化日之下，我一个大男的，你这。太疯狂了！不是你水哪来的呀？自己买的呀！哎，吓死我了！还是你有原则呀！碰他！现在年轻人主要运动的项目啊，取快递、取外卖。现在年轻人如何做决定？骰子要到一，咱俩明天就逃课。行。完了，明天上课去，翻倍了，逃6天。你喜欢女朋友吃饭时坐你对面还是旁边？我喜欢他们围着我坐一圈。春季里开花。吉热，咱俩真的是太聪明了。没错啊，这大夏天在家开空调多费电呀。太对了，又省钱又环保。哎，3个小时了，太舒服了。空调没关。如何用5个字说一个恐怖故事？在吗？明天星期一。如何夸你朋友做的菜好吃？这盐炒的确实不错，还有淡淡的菜香味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跟朋友玩耍的吹牛啊，运气真的很重要。来来来，你先来。3个8。一看就不会玩骰子，不这哪有八呀、啊？这里头。其实我骰子根本不可能有八。这都是看你。3个8。不，这
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这不耍赖吗你？真的是。将军，你比他还赖你。该你了，我急急了，抓点紧。你俩要这样，这不司令。哎，天怎么黑了？哎，我将呢？哎，昨天晚上他被狼人杀了。这我哎，没有遗言。我操！顺手牵羊。哎，我想了一下午，我新买了个泡面碗，它的把手在右边，我拿着碗就没法拿筷子，我拿着筷子就没法拿碗，你说这让我怎么吃？我他妈 CPU 烧了，我操，你 CPU 怎么烧了？你看的啊，这个是中文橙子，翻译成英文是 orange。这个是英文 orange， 翻译成中文是橙色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说我这个题应该选什么呢？ 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 我操，你 CPU 怎么烧了？你看的啊，这个是中文蓝色，这是它对应的颜色蓝色。啊，这个是中文绿色，这是它对应的颜色绿色。啊，怎么了？你说我这个题应该选什么呢？ 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 来，怎么使我底下一定要实事求是啊。啊，我这个呀有大的也有小的。我这个有特别豪华也有特别简陋的。这个有贵的也有便宜的。这看不出谁是我底下，再来一轮。我先来，我这个一般都一个人住。我没事儿就经常去这住。啊，不是，主要是太方便了，我在里面上厕所洗漱睡觉我都能干，我挺喜欢的。啊，不是你这啊，你啊啥，你不前两天还去这住了吗？啊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仨可以一起出去玩，我们仨一起去这住。我俩墓地，你啥呀？哦，我也是墓地。我刚才开玩笑的，我不是卧底啊。我看看，你看我还能骗你吗？那也对了，但我还是不信。完了 ，CPU 烧了。玩的云锦之弈，还看着乡村爱情，还没完。这边看着熊出没，手指开反手魔方，不是你能看得明白吗？哎，熊大给谢广坤一脚，刘能在光头强来支援了，战局很焦灼呀。啊，哎，来了，尼口一捏，三星尼古拉赵四。我想了一下午，我新买的杯子没有口啊，完了还没有底儿。我他妈 CPU 烧了，我操！啊，我真服了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新买的帽子上面没有口，这让我怎么穿呀？啊！而且下面还破了个大洞。我他妈 CPU 烧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这研究一下午了，这游戏也太坑了，都不让我玩。啊？不应该呀！你看，他让我摁下任意键。任意键啊，你看他就关机了，就不让我玩了。我他妈 CPU 烧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过年刚收的压岁钱，我发现它过期了。啊！而且它一张过期也就算了，它全都过期了，你这让我怎么花呀？我操，我他妈 CPU 烧了。哎，怪不得我喝开水嗓子疼，我想了一下午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是被开水卡住了。啊，你俩看啊，直角是90度，开水是100度，所以开水是钝角。然后你俩再看啊，开水是100度，直角是90度，所以直角等于没烧开。我操，头好痒，好像长脑子了。完了 ，CPU 烧了。玩着云锦之弈，还看着狂飙，还没完。这边看着海贼王，手里还拼着积木。这你能看得明白吗？哎，安心给路飞一大嘴巴子。索隆带着冻鱼来支援了，战局很焦灼呀。啊！哎呦我操，来了！你口一捏，三星高级枪。今天给巧克力掏空，加点加心，包装好，逗逗他俩。哎，出来了，来个欲擒故纵。啥呀？搁那藏啥呢？我老弟从外地给我买的新口味，我都没舍得吃。好事一起分享，一起尝。啊！
我先来一口啊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我最爱吃巧克力了。等会儿，怎么有点辣呢？确实。哎，你看我也吃了，不辣呀。你俩是不是味觉有问题啊？也对啊，那我俩再尝尝。尝尝。哎，不是，等我查查，这是巧克力辣正常吗？应该没啥事儿，可能是心理作用。咱俩再吃点，适应适应就好。啊！我牙齿都拉出来了。不是，啥巧克力这么辣？我在里面加了点变态辣油。啊！这狗吧你！好辣，有这么辣吗？来，擦擦眼泪。啊！你狗吧！我服了，你是狗吧？完了完了 ，CPU 烧了。玩人英雄联盟，还看着乡村爱情，还没完。这边看的青龙珠，这边看的猫和老鼠，手里还不闲着画画呢。不是你能看得明白吗？这画的啥呀？汤姆猫还是神龙？龙猫。啊！哎，我用贝吉塔带着辅助流能去打大龙，对面中路孙悟空骑着筋斗云和汤姆猫来支援了，形成二 v 二，战局很焦灼呀。哎，你们等我复活，我先开个箱子。开箱子？哎，你咋又玩看 CSGO 了呢？哎。开出金了，0.02磨损，崭新谢广坤。你这画啥呢？我最近特别喜欢看《成龙历险记》《美少女战士》和《蜡笔小新》，即兴创作一下。这画的是《美少女战士》还是老爹呀？美少爹战士。啊，那这个呢？蜡笔小新。蜡笔小爹。啊。你这还看这么多书，你脑袋 CPU 够用吗？哎，我个人认为这个 CPU 就应该加92号汽油，因为这个锤子的大小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勾股定理的公式，俗称 PUA， 甚至对整个亚欧板块以及指甲刀造成一定的核污染。哎，你这 CPU 好像烧了。哎，我想到了，根据派等于3.14，我们很容易的判断出他人工养殖的奥特曼是可以捕捉野生的99乘法表的。啊！完了完了 ，CPU 烧了。玩着原神，还看着成龙历险记，还没完。这边看着乡村爱情，这边看着海绵宝宝，手里还不闲着画画呢。不是你能看得明白吗？还画的啥呀？派大星？派大迪。啊！哎，我用草神带着刘能阻止我们去打铁老板，对方屠夫咒开加速了，战局很焦灼呀。啊！哎呀，没打过。不是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偏魔方抽个新角色再打。魔方？哎，你咋还用脚拼魔方呢？哎，抽到了五星角色谢广坤。哎，来，咱们猜词游戏啊，两个人描述，另一个人猜。我先猜，你俩描述。你这个词儿是两个字的啊。哦，你这是个仪式，一般亲朋好友都会来。我举办过吗？目前没有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办的。参加这个仪式的人情绪应该比较统一。我就一个问题，参加这个随不随份子？随，必须得随。我知道了，等我努努力，争取过两年给自己也办一个。笑啥？我到时候办的时候，你俩必须到场，我们一起举杯畅饮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晚两年再办吧，越晚越好。哦。你俩不就是想在我前面办吗？没事，等你俩办的时候，我必须让现场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这都是好兄弟该做的。我洗完了啊！不是，这小心点，地太滑了，小屎能在那摔倒，那太了。别早这么磨叽，今儿你洗不洗？啥？我不，哎呦！你俩谁呀？就这么头发不收拾，咋洗澡啊？我俩年轻气盛嘛，谁掉头发呀？谁掉谁虚。看，我可不掉啊！哦，哎，看，就你掉头发，还说别人虚、啊？你这，哎呀，我年纪轻轻就脱发，到中年不得地中海呀？哎呀，洗完了，哎，我。你的蛋糕啊，谢谢啊！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吃什么蛋糕啊？我跑了好几个地儿才找着。哎，还是巧克力的呢，好像还有造型，你尝尝吧。啊，我不吃，我喝饮料啊。行，哎，我这饮料可好喝了，你尝尝吗？我不喝。你说我这个蛋糕的是不是过期了呀？为啥这么脆呢？然后还掉渣。我操！我看看，你这，
不是，杰瑞，你是不是火？哪有人拿这个当巧克力蛋糕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买错了。你这脑子真是……就是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蛋糕过期了呢。嘎嘣子还挺好吃。哎，咱俩谁是卧底啊？只有一个人的词儿不一样，我先来啊。啊，我这个呀是液体，该你了。这个日常经常能见到。嗯，这个有热的，也有凉的，这也找不出来。再来了，我先来。我这个是喝的，我贼喜欢喝。啊，不是你喝，啊，我也喜欢喝呀，喝这个养生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俩这么玩是吧？那我也以诚相待了，我也喝过，喝就喝呗，这有啥呀？不是，我就小时候偷偷尝过一点，不好喝。不，你啥呀？我俩茶呀。嗯啊，哦，我也是茶，咱一样。啊，我看看，那你看我还能骗你咋的？茶太涩了，不好喝。对，但我还是不信。